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空姐爱七头。你有没有跟大家说 Hello？ Hello。哇塞，美美的飞机出品耶！ Yeah！ 回味了将近3年吧，真的都没有出国了。搭飞机呢，只有搭国内的班机。那现在终于国门解放了，现在是12月多嘛，然后大家呢都在11月、12月开始纷纷出国了。所以呢，我也带妹妹一起出国啦。那我们今天要前往的是北海道。好，那等一下呢会拍一些飞机上的感受给大家哟。那很久很久没有搭华航了，我来体验一下华航经济舱怎么样。好，爸爸，好，走吧，我们要出发喽 ，Go， 拜拜 ，Go。妹，我们要去坐飞机喽。这个车子要进去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开到飞机的旁边，然后我们再走楼梯上去，去飞机的肚子里面，它就会把我们载去日本哦。久没有上飞机啦，而是正常的大飞机哦，太期待了。你要看哪一个？你要看佩佩猪啊？阿北下一。对啊，戴上去才有声音。等一下飞机就咻飞到天空上了。满去了这个送餐啦。餐在前面，因为妹妹太恐怖了，妹妹的脚脚会一直踢一直踢。宝贝，你吃的是什么？鸡肉饭吗？鸡肉。这排骨看起来不错哦，蛮素食的哦。画画哦，这个是气球。累累想睡觉，对不对？你是今天玩到电动了吗？还是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熊熊，你终于想到熊熊了啊！为上方的行李柜时，请特别留意，以免行李滑落，检查后再接受。我们要下飞机喽，说我们要到北海道。北海道，北海道，天气超好的，可惜没有办法坐窗口，不然就可以看外面的风景了。我们到了，外面我们要
妹妹好大的飞机哦，没有看到。好大的蓝色的飞机、哦。对 ，blue 的飞机，对不对？好大。blue 的飞机。他们是谁 ？Hello Kitty，Hello Kitty， 拜拜，拜拜，阿飞哥也笑。Are you ready？ 哇，那这个人也好可爱哦，超大的哎！麋鹿本人超级大只的，你有发现吗？熊熊也很大只，熊熊本人也是超级大只的。北极熊是很冷的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超冷的地方，远的地方。啊，这都是等比例大小哎。啊，没有没有，牛牛，那个牛牛超大的，然后这个是小牛哎，小宝宝牛才是这么小。鸡血肚肚肚，这都是老虎。他们都在转转转呢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抵达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啦！哇，久违了，快三年的时间，上一次最后一次出国呢，也是来到日本，然后我们去东京，超久没有来日本，所以一切都改变了。之前呢，我们在日本就是等入境的时候呢，总是要等到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们可以先在出发之前，先在家里面，你要先上网登记。那上网登记之后呢，你就会得到三个 QR code， 它就会一关一关的，然后你就给他秀那个你的 QR code 给他们看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它的流程上呢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快。快速，那这就是这一次搭机来北海道的体验，搭了华航的 CI0130 的航班，早上8:35就出发了。疫情过后呢，连员工也都要提早，就是至少80分钟以前要抵达。然后我们早上就是提早2小时抵达，所以我们6点就出门了。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！哇，这个是谁给你的？是不是飞机上的漂亮姐姐给的？是吗？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啦。